挖肚脐会造成肚子痛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能挖肚脐，一挖肚脐就会肚子痛。有位不信邪的民众连续挖了3天肚脐，肚子果真是痛得不得了。难道挖肚脐真的是禁忌吗？小兵使用棉花棒挖肚脐是说痒不痒，说痛不痛，甚至产生想上厕所的错觉。这肚脐的形成是胎儿时期剪去脐带的凹洞，位在腹部的中央，是腹壁肌肉最薄的地方。若是太用力挖，则会刺激皮下组织，造成神经疼痛哦。而且过度清理肚脐容易使皮肤受伤，医师建议要清理肚脐脏垢，可以用湿棉花棒轻轻挑起看得见的污垢就可以了。